呢、这个是场次22，呢、这个是第22号场次，呢、这个是第22号场次。好啦，咁啊，睇到而家呢一场就系建行亚洲国际公开金杯赛第一场嘅复赛，嚟紧嘅话有五场复赛，每场复赛咧会有两支队可以出线噶，最佳成绩两队可以出线，暂时领先紧嘅咧接近去到冲冲点啦，第四线嘅黄海彪，咁啊另外仲有第六线嘅香港科大龙舟队喺第二位。咁啊，至於第五線嘅香港教育學院咧，就稍稍落後啦。咁啊，呢一場咧形勢相當明顯啊。第一名衝線嘅係黃海彪，第二名衝線，第六線度嘅香港科大龍舟隊，即係話咧呢兩支隊伍咧就可以進入到去準決賽階段，而其餘嘅參賽隊伍咧啊冇辦法啦。咁啊，最終咧係爭取唔到最後嘅出線資格。因為咧喺呢一場嘅建行亞洲國際公開金。